又保护，哇，兄弟，俾少少面好，仲谂住你 O K 啊，点知你咁嘅样嘅，哇！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翻到嚟绝对还 D N， 咁今集咧就要打埋另外嗰啲嘅训练家嘅队友啦，好 ，O K， 嚟啦，睇下先，咁应该系仲有呢一个未，哇，呢、這个好惊，呢、這个好危机啊，同你讲，呢啲风候系非常之多弱点啊。今日嘅阳光明媚，正如我心情一样，好高兴见到你，我系牙米呢、這个我伙伴女王风，你个名呢？哦，好得意个名字，你喺揾紧队友，唔介意同佢组队啊？哇，好串喎，唔介意嘅话，我可以和你组队啊。应该系话唔介意嘅话，你可唔可以同我组队先系？嗱，呢句说话咧非常之串啊，可以话施舍俾我哋咩？咁可以准备一下啦，等我哋好好配合啦。哇，第一个咧有啲问题，应该系话唔介意嘅话咧，唔介意嘅话咧、啊，不如做我嘅队友或者点样啦？而佢嗰个好似有少少有少少令人感觉麻麻地，系啦。唔介意嘅话，我可以做你队友嘅，我可以做你队友嘅，应唔应承咧？就可能有啲感觉咯，唔知道大家有冇呢啲感觉？嚟啦，女王风咁，因为女王风个弱点实在太过多，一嚟多啦，二嚟太过危险。女王风就同埋好弱啦，好弱嘅意思系佢个防御力弱。攻防御力其实弱，属性嚟讲都麻麻地，可能有人中意女王风，即刻想打死我咯。听到呢啲说话，我女王风明明咁劲，俾你讲到咧劲废，龙之波动啦，我又系肥我。喂，防御指令啦，系啦，加伤防。咁啊，加伤防都系几劲嘅啊，急冻光线啦，即刻弱点出咗嚟啦，系啦。因为佢系飞行系嚟嘅，飞行系就食冰嘅，所以咧就痛嘅。好，攻击指令系啦，你见到嘅，因为女王风头先咧开咗一下防御指令，跟住再开攻击打牛蛙棍嘅。咁但系个伤害系咪可观呢？其实都 OK 嘅，未有到差咯。我哋照打一次龙王啦，咁应该系女王风打杀埋嘅，系啦。咁啊，即刻可以改观啦，因为佢打赢牛蛙棍啦。如果唔系落雨情况下咧，可能冇咁痛添。咁女王风呢一下另有改观啦，呢度压制住只黑古龙先，因为有闪电哦，神速打死咗女王风啦。冰牙，哇呢只虫，呢只虫系惊水嘅，冇记错。冇得睇佢啲精灵啊。好，液态尾巴系啦，怕水嘅呢只岩石爆破啦，肥咗两下，冇睇错啊，肥咗两下啊嘛。睇下尾巴，哎，又系虫系呢只，呢只虫系啦，佢啲虫好似大部分都系怕飞行。头先嗰只好似唔怕系嘛，头先嗰只好似岩石系。咁我哋呢度唔用得水啦，费事佢死，俾啲机会佢咧表演一下。精神干扰啊，嗰啲蝴蝶类成日用到嘅技能，哦，岩崩应该差唔多死佢一半或以上啦，因为龙冇咗，系啦。好，咁咪继续高音啦。咁啊，闪电收埋嗰只嘅碟啦。呢只 O K 嚟嘅，呢只 O K 嘅 ，O K 嘅，我顶得住嘅 ，O K 嘅。继续高音，哇，死啊！会唔会输啊？呢场成为第一场输嘅关卡喎、啊，呢、這个。我哋先用吸收吸咗美纳斯先。哇，龙波剧毒，哇，吸得劲少。用错技，我睇错咗，以为美纳斯就死，原来美纳斯系未满血嘅。呢度哇好难打咁样，冰牙打美纳斯或者唔系冰牙咬次龙王会痛，试下啦，冇办法啦，唔痛，输咗啦呢度，成为第一场，成为同呢个队友第一场输嘅人啊，咁你知道边个最劲啦、啊、各位系啦，好。咁大家如果玩呢一度输嘅话，咁你识揀队友啦。嗱，完全唔系我问题啦，应该系嘛？我冇问题啊，我都未死晒，应该唔系我问题嘅，我谂系嘛 ？OK， 好 ，OK 呢度过去上，好，我哋打多一次，如果唔得嘅话就由佢啦。啊，因为费事咁打啦喺度。阿师呢度应该咁样过去。诶、欸，揿错，哎呀，又揿错。咁样系啦，好。因为虫系嚟讲咧，那个打击实在太渣啦，即系
你又黑唔到人，但系咧人哋大部分嘅技能咧配置都会黑到你嘅，譬如咩冰系、岩石系呢啲，几乎咧每一个组队嘅人都一定会有嘅技能嚟嘅，系啦，除非你本身系咩天气队嗰啲咧，咁就另计，可能未必会配置。我结冰，防御指令，咁啊两只都打晒落女王峰度啊！你又玩，咁女王峰死埋啦。呢度我哋可以用高音，好、哦、精神光耀、气合弹。啊，系，因为呢度头先打完一场咧，升我呢继续有高音，咁、啊、其实已经改变咗好多啦。希望唔好即刻输啦。我谂应该唔会死嘅。岩石爆破咗两下定唔知三下，继续。好，两下岩石爆破，足溜过咗命中。OK， 其实赢到嘅，啊赢到啦咁场，因为有高音咧，高音呢招双打技真系太过劲。好，嗱赢咗啦呢度，咁我哋睇埋佢送啲咩，究竟会唔会系重系啊？跟住啲咩呢？或者系嗰啲咩蝴蝶啊，或者系咯虫系啦，总之系好呢个孩子一定会变强嘅，一定系强大嘅精灵。我哋望下啦，吉利蛋啊，系啦，吉利蛋黑温拳套，咁佢个性格系完全系废咗啦，因为你见到佢减物防嘅，红色系加啦，蓝色系减，咁加特防减物防系个绝对唔得嘅性格嚟嘅，因为吉利蛋本身防御极低，多数嘅吉利蛋咧都会配。都会帮你练物防嘅，系全力物防嘅。咁呢度减咗咧，毫无疑问，吉利蛋死紧噶啦。咁吉利蛋其实对于闯关嚟讲，都唔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啦。啊，吉利蛋嚟讲，绝对唔系啦。即刻即刻谂起个新话题，咩吉利蛋闯关？睇下会唔会真系好辛苦，可以试下。好，咁我哋呢度睇完啦，呢一个嘅虫系嘅训练家，我哋睇埋最后一个啦。最后一个应该系最左嗰、那个。是咪呢？如果冇错嘅话，应该系最后一个就系最左呢个啦。好，我嚟啦。物奴呢、這个咪灯塔上见到嘅，睇嚟你已经顺利攞到徽章，要唔要再合作多一次咧？作为我嘅队友一齐挑战。太好啦，我就知道一定会答应，咁我等你咯。哇，呢、這个好明显地咧，佢啲语气系好少少嘅。好，嚟啦。咁啊，照旧第一场咧就系、是、相对嚟讲比较难打啦，因为我冇高音呢啲嘅双打技，亦都冇可能咧直接冲浪冲落去嘅。好。呢度咁样上上上，再过去上上 ，OK， 到嚟啦。第一只应该系黑古龙啊，系啦，云雀头先唔记得咗云雀。云雀呢度绝对系一个绝对嘅弱势，因为有冰技对面、啊、可知嘅有冰技有雷有龙技，咁云雀就一定第一弯死嘅、啊、除非佢打我啦，啊冷冻光线咁啊，即系差唔多死噶啦。大树果、龙之波仲打落刺龙王度，呢、這个 O K 嘅其实。暴风雪死咗啦，因为都哇 three 啲龙二，咁 three 啲龙二头先触发咗下载嘅特性啦，咁应该系加咗攻击嘅。呢度我哋用压制打黑古龙，因为有雷技，系啊雷技打我，高压水泵，高速移动 ，O K。究竟有冇人真系会用高速移动呢啲技能？系赢得呢个赛，赢得啲咩某大型比赛嗰啲，会唔会有呢个可能性？其实都有嘅，可能有嘅，但系应该好少。系啦，因为如果真系加速咧，多数都系会用。诶、欸，佢冲小弱鱼咁用得冲浪喎呢度。系我用得冲浪，但系我麻痹咗。如果冇麻痹就 OK 嘅，呢度绝对唔会系。哇，保护！哇！你咁醒，呢弯你用保护？睇先呢度怪你个，跟住用咬碎咬只鲤鱼龙，又保护？哇，兄弟，俾少少面好，仲谂住你 O K 啊？点知你咁嘅样嘅？哇，兄弟，喐啦喂，系我哋嘅回合啦，黐线！我估唔到呢个系咁难打喎，呢个啲精灵其实劲嘅，但系咧。即系小弱鱼好明显冇配招啦，你见到佢咁多保护又剩，咁啊第一弯系好完美咁输咗啦，又系啊队友问题啦，又我打唔到佢根本就，都唔系嘅，可能我都有少少啊战力不足嘅啊呢啲嘢好难讲，因为我只嘅河龙手太过渣啦，仲未进化，我冇水石啊。
我都忘记咗呢只系水石咧，所以比较麻烦。好，即刻高音。哦，咁啊，配合呢一个嘅高音，再加龙之波动都可以打死嘅。再嚟高音啦，高音到完场噶啦，可以。哇！醒啦喂，醒啦，醒！诶、哎，醒啦。OK， 逐流，继续高音，继续高音。OK， 好，继续高音。啊，高音太强啦，实在。佢冇技打啦，开始见到赵若愚，得翻招冰技打系嘛？啊，得翻招冰技打啫。但系佢已经中咗麻痹嘅。诶、欸，搞掂啦，咁就多一招高音咧，其实已经好好打啦，非常之简单啦。但系好可惜咧，头先咧俾大家咧睇到佢嘅丑态啦，就系、是、不断保护，疯狂保护。迷之精灵如果使用得当会强大，呢只咪云雀咁样。八变怪有咩用啊？八变怪一咧，八变怪点升咧啊？师兄学习装置啊，同佢，唉，我都唔知道，我都唔知点样同佢升啊呢只。唔知大家觉得边只精灵会比较好咧，或者系边只比较实用咧？咁啊，大家都欢迎大家留言话俾我听，究竟咩或者边一只精灵你最中意用，或者平时用开嘅，你都可以留言话俾我听。咁我睇下咧，会唔会揀嗰个训练家咧作为我嘅队友，然之后攞去只精灵啦，系啦。好，咁今集时间到呢度先，我哋下集继续剧情啦。咁啊，应该所有都打晒嘅。咁以防万一咧，我之后都会睇一睇究竟仲有冇训练家未打，诶、哎，即系仲有训练家咧未成为我嘅队友啊，未成为我嘅队友啊。OK， 咁今集时间到呢度先，我哋下集再见。咁中意嘅话咧，记得俾个 like 啦，同埋未订嘅话揿个订阅。下集再见，拜拜。